我们起心动念，不但水知道，桌子知道，板凳知道，天花板知道，墙壁知道，地板知道，你瞒谁呀？那要在佛法里面讲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所以心对一切法完全知道，真心知道，妄心不知道，妄心迷惑颠倒，真心不迷，所以真心都知道。那我们其实佛知道，一切诸佛都知道，菩萨知道，阿罗汉知道，你瞒谁？啊，你的心行不善，果报在三途。啊，变畜生，变恶鬼了，堕地狱了，看得清清楚楚。你在那边遭受业报。啊，那个地方去很容易，出来很难。啊，必须等到你的罪业消尽，所以三恶道是消恶业的，三善道是消善业的，它的功能是平等的。啊，善恶自己真心里头没有善恶。啊，这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行善不要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感得三善报，那就坏了。行善怎么样？不放在心上，不放在心上就超越了。这个对呀，你超越了。啊，我们目的是要脱离六道轮回，不要再搞六道啊！啊，所以三恶道消罪业也不放在心上，三善道行善也不放在心上，善恶都不放在心上。心上放什么？放阿弥陀佛最好的。啊，这是净宗无与伦比的功德。这个方法太好了啊！海贤做给我们看，海庆老和尚做给我们看，还有海贤的母亲，你看他86岁往生都是在啊，日至时至啊，到这一天把女儿叫回来，把侄女也叫回来啊，为什么？表演往生给他看啊，往生之前自己亲自下厨房包饺子啊，吃完之后大家欢欢喜喜的啊，他在藤椅上双腿一盘告诉大家，我走了，就真走了。谁能做得到啊？这是什么？一个在家的女众念阿弥陀佛念了一辈子，不是凡人的，走得那么自在 啊一生也是过很多苦日子，都是给我们修佛人做榜样。所以阿弥陀佛的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！我们把这后面这段文读掉，说若无此愿，则生念必生之愿便通虚实啊，没有这一愿，生念必生没人知道。有这一愿，大家才晓得该文明啊，文明方能持名啊。这个生念必生呢，最近潮州谢总的父亲生念必生给我们做证明啊！啊，这个人一生没念过佛，虽然儿子做这么多好事，但这个好事功德加给他的，加持他的。啊，他在临命终时，谢宗就很担心，爸爸一生没念佛，怎么能往生？啊，劝他也不听，最后这一个小时，他劝他爸爸。真有极乐世界，他爸爸点头没反对，真有阿弥陀佛，他爸爸也点头
就劝他爸爸，我们一起念阿弥陀佛，跟他念，念了几声他就走了。十年啊，走的瑞相非常好啊，手是软的，三天呢手还是软的，那大家摸他手的那个像，他说他告诉我至少度了几千人，那让大家看到了，你不能不服啊啊，你不能不赞叹阿弥陀佛这个法门真不可思议啊，没有这个例子很难讲啊啊，他活生生表演给你看啊，人是个好人，并不修福啊，儿子虽然虔诚，儿子修儿子的啊，他不学，他不念佛啊，临终最后一个小时哎，接受了，跟着念了啊，真往生了啊。这位先生告诉我，有人看到佛光，看到莲花啊，他真走了。又会说起称叹莫名曰，称过名者自有善意，业者诸佛称扬比佛的好，一切诸佛没有不称赞阿弥陀佛的。第二，诸佛自觉称名之人，自觉是赞叹，诸佛赞叹称名之人，我们每个念佛的人都是称名的。如比小经，小经就是弥陀经，弥陀经上说护念称名之人啊，称正。第三呢，诸佛以自己就是互相赞叹，所以若要佛法兴啊，唯有生赞生，有道理啊啊，说是一自称比佛名，接着又有又说三是诸佛一念佛，一念弥陀三昧，称等正觉，此表诸佛称叹之意有三。第一个，诸佛称叹比佛甚好啊，一切诸佛都念阿弥陀佛，都称赞阿弥陀佛。第二呢，诸佛赞叹一切称念弥陀名号之人，这一句重要，真的不是假的。你念阿弥陀佛名号，不但阿弥陀佛赞叹你，一切诸佛都赞叹你啊，一个人得一切诸佛的赞叹不容易啊啊，唯有真正念佛人他得诸佛赞叹啊。三，诸佛本身也称念弥陀圣号，一念佛三昧圆成佛果啊，这个话句句都是真实话，我们决定不能怀疑啊。这几句话你听懂了，你真干了，你这一生得的福报可大了啊，真的是圆满功德啊，必定得生净土，得生净土得究竟乐，离究竟苦啊。世尊祝福度众生就达到究竟圆满了，把你保送到极乐世界啊，这边保送，阿弥陀佛在那边欢迎，这个机会不能错过啊，错过太可惜了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